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款来自 La Meditech 的美容仪器。那么 La Meditech 这个公司呢，是以自身的技术力量来进行一个特化的医疗以及美容器械生产的一个公司。他们呢，进行研究开发，并且生产以及供应给全世界，能够为人类健康美丽的生活达到更好质量的美容仪器产品。那这个公司呢，采用小型化的激光技术，将激光大型的激光产品浓缩进更小的产品之后呢，不仅在技术方面，而且在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以及便利性，还有价格，都是比现在市场上的那些大型激光仪器更为适合我们，不仅是皮肤科，更适合我们家庭的一个使用。那么今天呢，在这里为大家介绍这一款产品呢，叫 Plexi。这款产品呢是采用激光革新技术的 La Meditech 旗下的一款皮肤美容管理仪器品牌。那这款产品呢，是世界上首款美容用的激光产品，那么为大家可以提供一个美容皮肤管理多效合一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这一款 Flace 产品呢，是美容肌肤的一个皮肤激光的一款多合一的仪器。那您看到这款仪器呢，与我们可能印象中的激光产品，它的仪器非常大，非常不一样。它这款仪器呢比较小巧，非常适合我们随身携，也不是随身携带，就是在家里可以使用，包括它的保管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专用的支架，就在我们使用它的同时呢，也可以非常安全的进行一个保护，也可以保护这个仪器的同时也，保持了这个仪器非常美观的一个外表。那这个主机呢，它是包含着我们的一个主机的一个激光仪，而且它还有一个支架充电架。这个支架在它是支架的同时，还可以进行一个充电的效果。还有包括我们这些不同的在不同模式下使用的这些不同的头，那比如说有 LED 的效果，而且还有美容 cooling 的效果，包括可以进行我们皮脂的一个分泌和一个导入的一个头，而且还有激光头，不同的激光头，它的三种激光头还面对于我们面部不同的部位进行了一个三种不同的。一个制作，像这个头呢，比较大的头呢，就比较适合像我们的脸颊啊，或者是额头这些比较平整的地方，而它还有一些小的头，比如说这个小的头呢，就比较适合我们的鼻尖，鼻子区域的部位，让我们皮肤每一个区域都可以得到这个激光的进行一个管理。那么这个产品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皮肤进行一个再生，通过用激光的这个方式呢，为肌肤提供了100个以上的微型的洞。就通过打洞的形式呢，就可以将化妆品啊等这些营养物吸收得更加好，并且可以促进再生，又可以通过 LED 呢、超声波和 cooling 的这些其他的功能呢，来使我们接受激光之后的皮肤啊，可能受损的皮肤进行一个更好的修复，并且可以将昂贵的化妆品进行一个更好的吸收。那么这个 Plus 呢，它现在医院现在有的这些设备和大型激光的激光技术呢，都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可能对皮肤会造成一些比较高的伤害。但是 Plus 这个小型仪器呢，它的创口非常的低，就可以是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是在美容院接受管理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马上的日常生活恢复，可以化妆啊，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日常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它的恢复期比较短，所以非常适合现在繁忙的都市丽人使用。那么这一个 Flash 这个机器呢，它是只在医用范围之内运用的这些激光技术啊，扩展到美容用的一个技术的革新。那么与医用激光仪器相比呢，这个价格也更加有竞争力，而且产品的尺寸呢也是非常方便携带和方便管理的。那么这个功能性的化妆品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光用手涂的时候，没有办法将这个化妆品所有的有效成分深入到我们的皮肤深处，但通过 Plus 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将非常贵的那些功能性化妆品的真正非常友好的成分，深入到我们皮肤的深处。那进行管理之后呢，又不会产生很大的痛症，也不用担心会有二次风险，因为它的创伤非常的小，就可以在半天之内呢快速的恢复完之后，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么这个仪器呢，又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自体恢复能力，并且也可以改善非常多其他的项目，例如美白啊、弹力、问题性皮肤、黄褐斑、皱纹等，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进行一个管理。那么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非常简单轻便的使用这一款仪器。那您这边看它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正面和反面呢，两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因为我们说通过正面将这个打开，长按电源键就可以将它打开，就会听见它的提示音。听到提示音之后呢，我们这个是一个 laser，这个是一个激光的头。那激光的头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可以选择它的强度啊，还有选择它的强度之后，就可以通过按着这个按键，就可以在我们的手上进行一个激光操作。那么除了激光之外呢，还有很多不同的效果。例如说，这个 cooling 的仪器呢，就是可以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夏天啊，或者是皮肤受损之后会产生热，那通过这个 cooling 的仪器呢，就要非常简单的进行一个更换之后呢，在我们再打开这个电源，长按打开电源之后，可以选择它的模式，在这选择模式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个 cooling 模式之后呢，就将它就会按住我们这个像枪一样打在我们手上之后，就感觉非常的凉快，非常的舒服，就可以帮助我们受损的肌肤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而且它的管理也非常的方便。像我们结束管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简单的把它放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继续再涂抹一些其他的化妆品，之后再拿起来再进行一个另外一个使用。所以它的保管啊，它的使用都是非常的便捷啊，不仅可以是我们在美容院进行一个管理，有可能条件适合的话，也可以在家里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管理，将我们非常贵的那些功能化妆品的有效成分100%的达到我们皮肤的深处来进行一个更好的美白啊、弹力的管理。那么这款产品呢，在2020年3月份就得到了美容仪和电磁波的认证，并且又在2021年的5月份得到了欧洲的 CE 认证。那这款产品呢，它有着多方的专业认证，是一款非常值得信赖的仪器。那么希望这款产品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加便捷又效高效的家庭护肤美容体验。谢谢大家。